What? Hello， 你好，美女。摘草莓吗？嗯。可以试吃吗？随便试吃。摘草莓啊！是啊，这里有蓝，自己拿。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啊？什么随便吃啊？你种我来吃啊？谁跟你说的？刚才你从那个美女说随便可以吃吗？刚才她有头发，你有吗？啊？趁我再吃，你通知我来吃啊！草莓你要洗一下再吃。哎呀，你这个光头王啊！不要你偷窃，躲起来吃啊！靓仔多少钱？谈什么钱呢？谈钱伤感情。哎，拿去。哎，37.2，打个折啊，老板。37算了。办好了没有？滚！爸，叔，刚刚说37打折，给两毛就行了。女儿，找老公千万不要找那种。知道了，老爸。